大家好，我是第一个哥哥。第一个哥哥，今天来到下个年重要的节庆，有哪几大节庆吗？有我们的中秋节啊、端午节啊等等哦。嗯，没错，第一个哥哥讲的很好。你跟他讲的这两个节庆呢，都会来到下个年轻松又轻松用的节日哦。对啊，对啊。嗯，还有来到天穿日啦，这个节日特别。天穿日。嗯，没错，这个节日啊，特别可以代表来到下个年的精神哦。哦，真的、哦、真的、哦。那天穿日有什么特别的、啊？哇，天穿日哦。你的小朋友，你都有看到女娲的故事吗？有啊有啊，女娲就是补天黑嘛。嗯，我们说女娲补天后可以用十石头哦。五个石头啊？我们说佮就用的是五色石。哪五色啊？哪五色？在撒哈人呢，来用啥就会来讲故事，本小朋友谈女娲的故事咯。头拜头拜啊，有一只水神，还有一只火神。嗯，这两只神啊，都天大熊大咯。熊大熊大，你都熊大吼，熊大大大大打得很激烈的世界啦、啊。水神就用他的长浪波，长浪波，但是还是抵挡不过那条火神的怒火。不送来就会睡神，你就失败了。失败了。嗯，来就会睡神哈，觉得他自己懂天修，因为抵挡不了火神，你就去冲到该天当的不周山，哇，一按钮冲一下哈，本来就会天呐、啊，就破了一个大洞，青苔青苔的孔哦。青苔青苔的孔哦。猛冲，这段时间就影响到来就人类的生长环境，不送森林就引起了台风。台风。还有梯桶。梯桶，猛抽，还有地底下还有喷出很大很大的涌水哦，那就是海啸黑嘛。嗯，猛抽，不送呢，那就是女娲娘娘看了就十分的难过。嗯，懂难过。那就是女娲娘娘，她为了呢，看人类这么的辛苦，这么的可怜，她要帮我们修补那就是田还有梯哦。对，那就讲诶，女娲补天啦。嗯，女娲补天。女娲补天有用到十色的石头哦，五个颜色的石头哦，有青色、青色、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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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色、黑色、黑色，还有五色、五种色的石头 哦。五个颜色的石头耶，青红黄黑白。嗯，没错啊，不错啊。天成日都该时间哈、哦，我们大家一头拜嘛都总头，我们就会农夫就会放下他的锄头。不说农夫不拿锄，铁工不拿铁，该红女呢，她也不绣线咯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那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在天穿日这一天是不工作的哦，不工作哦。我们冲啊，天穿日的时间哈，由你太家就讲，而不用下来，不用放下我们手边的事情了，不用撩，太家有喊了撩，就冲冲伞狗啊，冲冲伞狗啊，出去撩啊，去玩啊。休息，因为啊，在田船里工作的话，有一个洞嘛，那就是工作白费，就会白费掉了，跑到洞里面就化为乌有了。嗯，没错，不说那就不要工作了，在这一天，大家就齐聚一堂，冲哈来冲伞狗，冲伞狗，这样子幸运之神才会降临哦。嘿呀嘿呀，可以去参加一些歌唱活动啊、比赛啊等等哦，因为田船里这一天是。泰嘎的全国的哈嘎尼，我们说不说啊？我们以前那些头拜给你呢，为了要感谢爱的位女娲娘娘，女娲娘娘，你得每到天穿日的时节呢，就会做五色板哦，五色板哦，我们说就会改改，还有更多咋色个用那五个颜色去做板、啊，然后为了感谢我们女娲娘娘的大恩大德，黑呀、啊、黑呀、啊。然后大家过年啊，一定要到了这一天过后才能开始工作哦。那没错，冲了时间啦，你就做个五十岁的田板，由你呢就会把针线戳在那个田板上面，让女娲娘娘去补天哦。去补天哦。嗯，那没错。不错，第一个哥哥，
那个平常天朝面试到嘞，早天办啊，有听到你们早天办，就会因为两个公司才会这样子哦。哦，嗯，除了这个啊，做这个填板呢、啊，其实很多的主办单位啊，都会趁这一天填传你办活动给大家去参加耶。哦，譬如说呢？譬如说，俺就会竹东的客家比赛哦，山歌大赛。哦，竹东的客家传唱大赛。嘿呀嘿呀嘿呀！哇，那今天是东后的发通嘞。嘿呀嘿呀，小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，跟爸爸妈妈一起去参加活动吧。哇，好啊好啊。介绍下来，就老爱还有野狗哥哥，琼哈去做水墨喷画啦 ，Go。